所以从国小、国中、高中就一直都有，都有，都有，哦，都有交集啊，都有纪念吗？形容一下他国小的时候就这个样子吗？对，国小就这样子，可是很皮啊。你有带照片吗？很想看耶。有那个毕业纪念册。哦，想不想看萧敬腾小时候？真的有啊，来来来，真的有哎。那哎，你们认识朱玉琴吗？谁？朱玉琴啊。朱玉琴。为什么会？哪位啊？就是你们的老师。连朱玉琴他都不认识了，你看这个学生啊，老娘白干了，是不是啊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六年八班呢，朱玉琴呢？啊，没有，我认识啊。别认识吗？我跟你讲，朱玉琴来不及。对呀，对呀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来这，来这。哇，哎，萧敬腾很像女生呢，你看这张，真的耶，哎，这张真，哎呦，你小时候就喜欢中分吼，我现在小时候就喜欢留长发，大家很流行，现在终于知道妹妹头的来由了。小学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？有，我们会怎么样？出去跟人家打架哦，难怪看到蒙甲，不错不错，所以说看到蒙甲，你们是去跟谁打架？国中生，国小，国小，你们就跟国中生打架，是吗？对。那他能不能打？他打得好不好？没有，我们又约在中正纪念堂，然后结果他们国中生都没来。哦，还相约要？你不要这样讲，等下绝对不会来。真的是小阿飞啊！小时候是不是真的很皮？成绩好不好？我成绩非常差，非常差，非常差。从小就……那你没读书都在干嘛？我也我更差，我都跟人家在拼一二名呢。那你们现在还有联络吗？没有哎，以前多久没联络？多久没联络？有一阵子，大概高中过后之后，哇，好几年了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你们两个还一起加入田径队。什么？是国小的时候，国小的时候哦。你是田径哪一方面？就跑步是吗？田径就是跑步。没有没有，我们那时候只有大部分都是跑步。田赛是田赛，竞赛是竞赛。而且我加入田径棒赛，是又分少棒赛、棒球比轻棒赛、大浪捞彩音啊棒赛，又赛，串起赛，音浪串赛，大浪捞彩，喂。田赛还是竞赛？竞赛，竞赛，所以跑步的。而且我没有比赛，我几乎没比赛。那你干嘛没有比赛？那你还参加？我后来就退出了。他后来很快就退，就没有再。你是玩什么？个子那么跳高？一样是竞赛，竞赛跑步的。然后呢，参加学校田径队，然后到校外去参加撞球比赛。我有。去比赛有拿名次吗？我没有，打得好吗？那时候没有。哦，对啊，那时候还是生活费都是靠这样子来的。那时候我听起来他们这个国中的时候还蛮无聊的。对，国中的时候风云人物因为打鼓很强，真的。因为可能那时候在我们那个学校，打玩乐器比较少，我觉得玩乐器的人不多。你那个时候已经会弹钢琴了吗？不太会，哎，但是会打鼓哎。哎呦我。啊！这是阿妹吗？怎么会是？怎么这个戴圣诞帽的是你啊？对，你应该花一点钱把这个照片买走。这个太蠢了，还把它圈起来是怎样？天哪！原来这个大明星也有小时候啊。人都有过去，真的有过去，真的。啊，还有宪哥，我刚发现啊，为什么他这照片额头很高，可是你现在有美人尖哎。一样是中分哎，对呀，啊，你的美人尖，你的美人尖跑哪去了？我把它割掉了啊，割掉。因为那时候我觉得那边多一撮头发，我觉得怪怪的，我就把它剃掉。他中分之后有一个美人尖，然后他用刮胡刀把它刮掉了，这一张，对对对，真的很闲哈。对，那一张，因为那时候我觉得那边怪怪的，就是不知道他是要去哪一边，就。就有一群不知道要左边啊右边的毛，不表明立场就对了。你对全身的毛发都会这样处理吗？所以你不只是头发留中分，还有其他的，连一毛也会分边吗？一毛我没有控制它。那
胸毛怎么了？好了好了，所以这些好朋友平常要多联系一下，好吧？没错，常亨就是萧敬腾的小学同学啦，也多亏他才能让我们今天看到萧敬腾小时候可爱的模样呢，卡哇伊。第二一位呢，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位好朋友，想必啊，在你生活之中也是非常重要。到底你记不记得他呢？我们现在来看看他的这个提示的字卡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萧敬腾的什么人呢？神秘人物现身，惊爆与萧敬腾的暧昧关系。真的每次都让萧敬腾满头大汗吗？